股神巴菲特多数的投资都是赚钱的，只有小部分的投资是亏钱的，也印证了他那一句经典的话，投资要记住两点，第一点不要亏钱，第二点记住第一点。他又是怎么做到很少亏钱的呢？很大的原因就是找到长期基本面良好的公司，然后长期持有这间公司的股票。这和我们今天讲的培养正确和良好的投资心态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是有关系的。巴菲特能够用40年的时间来累积他的财富，我们可以吗？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投资就是一定要买一只股票然后长期持有，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但是也有许多人可以通过短期炒作股票赚钱，这也是无可否认的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投资有很多方法，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只是你必须长期甚至永远的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投资心态。简单的来讲，正确和良好的投资心态就是赚钱了不兴奋，亏钱了不恼羞成怒。很多人用了一些策略在股市里面赚了一些钱，因为太兴奋以为自己是股神了，却忘记了每一个赚钱的策略都有风险，然后对自己的策略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投资越疯狂，导致忘记了市场永远才是对的那一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调高自己的盈利价位，或者是调低自己止损的价位，更别说那些不止损的了。再来，有些投资者投资亏钱后恼羞成怒，一直 average down，或者是 double up triple up 投资资金，想要一次过把亏损的资本赚回来。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这笔投资会亏钱。有时候不是我们的策略不能让我们赚钱，只是一两次亏损，但这一两次因为恼羞成怒投入过多的资金，导致亏损的数目太高，然后就对投资失去了信心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股票有起有落，我们能够赚的钱也会有起有落，只是这每一次的起落都不要被情绪所影响，这只是一个过程。当我们对盈利和亏损保持一个平常心，然后保持一个谦虚不断学习的心态，慢慢掌握大概率赚钱的投资策略，您也可以成为您想成为的投资者。大家加油，这里是 Tony Lim， 记得关注我收看每周不定时的直播，希望通过我十多年在金融市场上的努力还有经验，能够帮助到大家，我们到时见哦。